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次讲座。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四川喇荣五明佛学院汉僧部的这个首席指导老师索达吉堪布来给我们呢进行一次，有关于佛教与科学的关系的这个研讨啊，一次演讲。演讲过后呢，我们会有留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进行这个问题的交流。那么我们西安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个佛教的发祥地和传播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佛教的祖庭，这个非常著名的玄奘大师从古印度取回来的大量的这个佛教经典呢，成为我们现代文化当中非常灿烂的一部分。那么当时玄奘法师所去的这个古印度的那烂陀寺呢，是当时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教法的这个传播中心。那么这个教法呢，在后来的这个汉地这个流传当中呢，出现很多的波折，而在藏地呢得到了很好的保留。那么这个非常完整的教育体系呢，现在是整个人类文化宝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一个智慧宝库。那么非常可惜的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语言方面还有地域方面的这个差异呢，使得我们很久都不太了解。索达吉堪布呢，作为这个藏密大乘佛教的这个传承者，他本身的这个正量啊非常之高。那么他呢非常热心的，而且呢是一心一意的要把他这个认为最好的佛法呢分享给所有希望追求幸福和追求智慧的这些这个大众。那么他呢跟我们汉地的这个学者非常非常有缘，这是我们很幸运的一个地方。他呢不管这个身体啊犯了身上这个有非常重的这个疾病啊，也不辞劳苦翻译了大量的经典，现在已经是可以说著作等身，已经这个成册的呢有100多册了，有上千万字的这个数字量，而且这个翻译的这个水平啊非常非常之高，语言远远超过我们汉地的很多这个所谓大师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精准的水平。那么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去阅读。那么另外呢，这个索达吉堪布在科学的这个思维方法上面啊有非常高度的这个理性，他对于逻辑学现代科学的这个研究成果啊都非常的了解，并且能够很好的应用。那么他跟大量的这个科学工作者进行过很多的这个研讨啊，在科学方面，在这个宗教的这个内涵方面啊做过大量的研讨，经过这个逻辑的理性的这个辨析，我们大概呢可以感受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跟藏密佛教的神秘世界之间距离并不是非常的遥远。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索达吉堪布。各位老师同学，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共同交流学习。你们这个西安交通大学也是很出名。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呢也感觉啊很舒服。因为这里的环境啊人文气氛啊等等都有特殊的氛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交流的主要是科学对我们的人类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幸福，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我在想首先我简单的说一下所谓的我们的科学呢，我想在座的所有的爱好科学研究科学的工作者呢都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首先科学的定义，虽然有好多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也有法国前苏联党百科书里面有不同的论述，但我认为所谓的科学也就是说客观的翻译
玩世玩我的真相。那么科学的分类呢，当然以前的人们通常说的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那么现在很多科学家呢在这个上面增加了一个认知科学，也叫做心灵科学，或者呢说是这个心智科学，心智科学。那么这个科学呢，实际上就是客观的反映了我们人类以及其他这个所有生命的最深层最奥秘的心灵状态。那么这个心灵的研究呢，对科学者来说，也就是说对我们现代社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但可惜的刚才陈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呢如今对这个科学呢并没有特别的重视，甚至呢就已经抛之脑后。那么现在很多新一代的科学家呢，包括东西方的很多科学家，对这个认知科学呢特别重视啊，有一部分是特别重视。这个就是很多学者认为是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智慧洞中流露出来的，给人类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这个珍宝，也就是说大藏经里面所讲到的佛教的真理，佛教的这个智慧呢，可以说非常详细的描述了我们七世界有情世界，或者说一切万事万物的究竟真相。这一点我想我说的应该不会过分的，虽然我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呢我没有依据的话呢，我也不会轻易的会沾谈自己的宗派，或者是跟任何一个宗派。所以经过多年的分析，或者说这个剖析呢，我是深信不疑，我们这个如今的人类社会呢，的确是存在着特别珍贵的一种心灵科学。可是我们很多人呢都并没有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珍宝来看待。那么这个科学的作用呢，大家都应该清楚。其实科学呢的的确确也是对我们带来了，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些领域啊，后来的许多的这些知识呢给我们带来了真实的这个利益。当然这个科学的范围啊，科学的范围呢，如果说我们说前两者科学的范围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是一个特定的这种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准确的这种这个答案。也就是说像这个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也好，或者是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以及后来的这个量力学啊，就量子力学，那么他们在特定的物质的范围当中呢，就是起到了就是一定的作用。可是我们这个心理科学的这个范围，或者说是它所做到的作用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是并没有就是彻底的了解，因为它的范围是可以说是无限的，它可以呢测着我们整个这个宇宙万物的一切的这个真实的现象和本质啊，就是现象和本质。所以想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很客观的公正的应该这个分析一下，到底所谓的这个科学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还是这个痛苦。当然不夸张的说，非常直言不讳的说的话呢，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清楚，科学呢从物质方面，从我们的交通信息以及各个方面的话呢，它给我们这个人们带来一种便利，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佛教徒也好，或者现代的任何一个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会对这个是有个公正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呢，交通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飞机，没有大炮，没有
啊，或者没有就是现在制作高楼大厦的这样的这个建筑的各种这个设备和仪器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所谓的科学的话呢，对我们人类的不管是生命生活以及方方面面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一些危害。这一点也是清楚，大家都知道上一个世纪当中人类前所未有的一个危害，也就是说是遭到这个历史性的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可以说是科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对人们就是带来的一种这个负面的这个作用。同样的，我们如今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话呢，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安全、生命安全，在很多方面的话呢，也经常看到的、听到的有恐惧感，有一种不安全感呢，也是这个科学发达而带来的。其实早在很早以前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班门弄斧的这个路板呢。春秋末年，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有些这个科学呢，也有成熟的大家也可能不要认为是它是一种传说或者是神话它当时这个路板的话呢，就是制作这个木头的这种，当时说的是木头的这个料，实际上是废机就是可以这么说。后来就是他把这个父亲的已经搞丢了，就是从山东到这个杭州那一带吧，就是说是这样的。然后母亲也是骑着这个木马然后搞丢了。但是确确实实是他当时所有的这些木材的零件呢，全部都是已经这个得以这个成熟的，得以成熟。但是古人呢，他对外在的这些物质的发展也好，对外在物质的一种特殊作用呢，并不是特别重视万物上质啊。大家都知道，古人认为是所谓的一切的这种高尚的这个德呢，就是其实是德道啊，就是德道。形而上者为之道啊，形而下者为之器。他这里的器呢，就是说外在的一些这个。器物或者说是一些外在的这个物质那么这些都是下等人所追求的他认为是下等人追求的。那么上等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德的道，德性，德性就是上等人的这个所求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这也是古人的生活的基本的一种这个原则。可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呢，就是确确实实也是把所有的目光、所有的这些精力呢，放在一种这个财富上，放在一种这个名声上。实际上是人类到了21世纪，表面上看来可能高楼大厦就是一年比一年高。然后高价逆价钱呢，就是一年比一年多非常这个豪华的这些轿车呢，就是一家人都是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表面上看呢，生活应该是很风光的，很光明的。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就是越来越有一种压力、恐惧或者说焦虑当中这一点是可能不需要用别人来说。我们表面上看到就是每一个人拿着这个手机每一个人开着这个车每一个人呢就是比以往就是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大家都是穿的也是非常的这个鲜艳就是一些名牌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的内心呢，就是睡不睡是睡着这些物质的发展而快乐呢，恐怕是没有的。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的这个快乐幸福感呢，那么现在时候有没有？好多都是可以说是荡然这个无存的。原来你在那个农民或者说是在这个郊区的时候的那种生活的轻松和清灵感呢，你到了这个都市里面以后呢，基本上是全是这个一扫而光，就没有了。所以以前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所写的这个《围城》里面呢，说是这个城外的人呢，就是拼命的往这个城里挤，而城里的人呢，就是拼命的往外这个跑其实他所说的非常的有意义，他真的是已经描写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状况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一代的话呢，好多地方的这个农村啊、牧民啊，就是这些都是觉得是我们这个都市里面有特别大的快乐，他们拼命的想办法，包括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这个积累的钱啊，就是这些都是分期付款，就是卖房子，就是、一直认为是如果在一个都市里面，特别说是一个豪华的这个地方呢，如果买一套房子的话呢，那这是我一生当中的很光荣。其实，在城市里面真正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呢，他确实是这里特别散乱，很痛苦，每天都是在这个各种喧嚷的这种声音啊，各种这个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对身心也是不健康。他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寂静的像农村啊，或者说是我们到了一些藏地高原呢、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羡慕，就是比较简单的生活、朴素的生活，或者说是非常这个快乐的、自由的、放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在这个之间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是很多人呢，就是有一种拼命的互相竞争、互相攀比，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呢，人类到底是快乐在哪里？可能很多人就是特别想追求。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如果讲到了这个人类几十年的这些事情的话呢，很多都目光短浅了就是可以说是眼光这个渺小，就是他就不在乎。不要说我们的来者生生世世，来者生生世世。一般像古人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万事，就是这个开太平呐、啊。就是古人呢，就是他特别就是有一个长远的目光啊，就是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好，或者是包括周围的很多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他是特别的这个关心。可是我们现在呢，科技越来越发达的话呢，当然有科技，有科技的一些这个很客观的说的话，那就是它有很多的便利和方便。可是对我们的真正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也好，心灵的这个健康呢，带来了到底是正面的这个作用呢，还是负面的作用？这一点呢，就是应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是特别这个也关心过、思考过，而且呢，就是以后怎样这个解决？关于在这些问题上面呢，肯定有价值的、有这个意义的一些这个建议吧，就是我想是应该是有的。但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不安全的这种因素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因为现在的这个人类越来越多，人类越来越多的话，那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地球呢，就是也无法这个成熟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些报道里面说，这个10月31号还是30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人类已经到了这个70亿了就是70亿了。其实这个人类从10亿到20亿呢，就是需要经过这个100年以后就是再增长的。然后从20亿到30亿之间的话呢，就是大概是可能这个30年吧。然后后来就是50亿到70亿之间的话呢，就20年当中就是已经增长到这样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国家呢，就是执行计划是很有，大概是可能6、7年开始的是就是搞的。如果没有搞的话呢，据有些人说是包括这个中国的话，可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30亿人口了，那就基本上是变成了世界人口的这个一半了。那这种这个成熟压力呢，就是更是麻烦的。但你搞了这样的这个深化这个计划生育以后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的，尤其是80、90年以后的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也好，生活的压力呢，也是更大了，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呢？现在的很多，包括大学生也好，很多人呢，就是在一种这个压力和一种恐惧当中这个成长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家庭的话呢，把所有的希望呢，就是全部都是在推在你的这个身上就因为将来包括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亲戚朋友的话呢，他们都就逼着你的这种这个生活，你将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为我们这个家人负责就是全部的传承呢，现在到你这个身上了。再过几年以后，中国也是再过几十年以后变成了特别就是可怕的一种这个老龄化的国家，在大家在这个很多统计当中也是很容易这个发现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这个身上的这种负担的话呢，尤其是现在这个年轻一代的话呢，并不是很容易。
所以很多大学里面呢，我都就去了一些，就是我也了解了一些很多大学生的这个心理状况。很多人把目光啊，或者是自己的心理的焦点，并没有放在这个学知识上面，大多数都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就是应该怎么样挣钱呢？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像这个我对怎么样这个回馈社会啊，我这样这个帮助这个其他的人呢、啊？好多人的这个思想呢，就特别的这种这个狭隘啊，就是特别的狭隘。人如果这样的一种狭隘、自私，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执着的状态当中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呢，就是的确也就是将来就是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可想而知的啊。可以说啊，就是包括有一些大学，前一段时间你们都知道吧，就是北大一个这个老师呢，就是他说自己的这个学生呢、啊，带研究生学生的话呢，在这个四十岁之前的话呢，如果没有赚四千万的话呢，就是不要见我。就是后来很多人呢，就是评论说，如果真的要这个赚这个四千万呢、啊，那四千万的话呢，就是前往要什么这个暴力啊，前往要这个性会啊，前往要性黑啊，前往要什么这个枪车啊，等等等，就是很多人。都是跟他就是增加，一定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搞许许多多就是乱套的事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很正常的一个途径呢，不一定让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赚出这么多的钱。但是这个引起了就是很多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的这个重视，原因是什么呢？就这样的这个高校里面的老师的目光呢，就是并没有放在这个道德上，而放在这个人民币金钱上。那金钱上的话呢，我们既想金钱就是为职场的一个高等院校所培养出来的人就变成了什么样啊，就他们的心目当中呢，除了这个钱以外，就是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社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这个倒退，这是我们需要许许多多人就是值得这个反思的。所以我在向我们很多人呢，的确也是，如果这个没有一个道德，没有一个就职业教育和道德伦理教育的话呢，这个社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向这个落后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会倒退。在这个时候呢，真的可能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不愿意也会感受痛苦的。佛法当中《正法莲处经》里面就是说这个，如是罪业，作是细细啊，就是作是细小啊，就是如是罪业，作是细小。然后说这个得养宝是好苦而受啊，得养宝是好苦而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在造恶业的时候的可能会这个笑逐颜开的啊，就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呢，就是基本上是心里面是空虚的、苍白的，没办法，就是只有到一些特别不合理的、不如法的一些场所当中去，开始进行这个搞种种的一些就是刺激人性和刺激身心的一些活动，参与种种，这也是无可奈何，实在是没办法，就是社会这个逼迫的啊，就是社会逼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逐渐呢就是会就是去往一种这个不良的这个地方为什么现在社会确实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低垢油就是这个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不安全方面呢特别就是可怕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现在像智者的话呢也没有办法的，你也没有办法的据有些资料当中显示就是说这个中国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沟油就是大概是这个300万吨呢就是牛香鱼这个餐桌的，而且有20亿的这个这个价值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基本上是像那个广东就是很多地方的话白天就看不见，就是晚上就是有几个工人就是开始捞出来，就是然后呢就是就做做也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比较发达，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变成了跟正常的这个油一样的
像日本和这个英国以前是就是也是发生过，但是他们是想办法就是用通过这个法律来这个控制，但是这些控制的话呢，也是有些是有办法的，有些的话呢就是科学越发达，而且我们的很多的媒体啊、电视啊、电影呢，这些呢给人们就是教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干坏事的这个事情啊。很多就是比较出名的这个电视电影的话呢，他对怎么样就是干坏事，就是就跟所有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叫得清清楚楚啊啊，有些干坏事准备强盗的话呢，那强盗的方法全部都是通过看电影电视而这个学回来的，就是这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种这个这种宣传吧。包括有些这个媒体的话呢，他们现在对正面的，包括这个对藏传佛教也好，或者说是对一些真正的这个历史的描述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啊，就是有一些外行人就根本不懂这个佛教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人呢，开始这个编织的。那么他们对真理方面呢，就是误解的特别深。应该相信的，像这个前世后世啊、夜莺国啊，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积累这个三法呢，就是都有一些快乐等等等。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就容易这个产生邪见，产生疑惑，这也是这一方面是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福报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将来呢，就是我们真的有时候像这个有些地方呢，就是已经面临着就是很大的这种危害和这个痛苦。大家都知道这个联合国秘书长那个潘基文呢，就是他也说过，就是他说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呢，虽然有这个丰富的一些食品，但是呢，就是每一天啊，每一天都是有这个10亿的这个人呢，就是饿着肚子而这个睡着，饿着肚子。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人类，这个1/7的事就是饿着肚子而睡，可能现在对中国来讲呢，就是还没有发现那么多。我原来看到这些情况以后呢，有点不相信，就是后来也大量的这个翻阅了一些相关的就是当今的一些这个资料啊，就然后呢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的确就是以这个非洲为主的就是很多人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可能在城市里面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就是不会有这样的，但有些人就是给我开玩笑，就是说是我也是饿得肚子碎，就是晚上这个6点钟这个吃饭，就是然后呢一直加班，就是然后凌晨1点钟睡的时候呢还是有点饿，就是不得不睡。虽然我有钱，但是我饿着肚子而睡，就是可能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呢就是针对这些事情而说的，但我相信就是他可能不是只是针对我们这个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况而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案例，明显的一些这个事实来这个说明呢当前这个社会的就是各种这个状况啊，就是各种状况。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科学呢，就是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对我们带来的就是不好的地方的这两方面的道理，就是仁至义和呢，我们要知道一下它到底就是所谓的这个幸福呢，就是什么样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幸福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啊，就是马克思也是以前这样认为的，人类欲望呢，就是得到一种满足的心理状态，就是这叫做这个幸福啊，就这叫做幸福。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像是跟我们这个佛教啊里面就是所讲的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相通的。那么佛教里面呢也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是这个知足之人呢，随我地上有为快乐，而不知足者呢就是随逐天堂也不称义啊，就是也不称义，就是这是在《易教经》里面就是讲的。那么我想这个知足的人，就是生活就是简单这样过的话呢，就是对很幸福的。爱因斯坦在那个就是他的世界观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呢，只要这个生活简单，那么这样呢就是对你的这个精神呢就是带来就是很大的这种这个很多的快乐
啊，就是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很有意义的。那么这一点就是古代的这些哲学家，比如说这个苏格拉底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呢，就是三就是这个智啊，就是智老者的智，然后智就是德，德就是这个什么这个福啊，幸福的福，就是所谓的这个幸福呢，首先是我们要有一种这个求知的精神，然后有了求知以后呢，就是才有这个德性啊，要有这个德性，然后有了德以后呢，就是才这个快乐的。可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呢，的确也是可能就是比较这个缺少就是缺少这个德性。这一点呢，任何一个大学也好，或者是这个老师和学生呢，就是都需要关心的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德啊，没有德呢的确是在这个如何做人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困难。以前那个金融呢，就是他是这样说过的，他说的呢，我觉得还是很有这个道理的。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说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也有些是有这个权利的，有些是有这个知识的，有些呢就是有这个财富的，有些是有这个名声的。可是呢，他们普遍的这个缺少了什么呢？就是良知。的确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周围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就是有些你有这个地位，有名声，有财富，有知识尤其是我们高等大学里面就是毕业出来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人呢，应该说是很有智慧的不管你这个跟以前的一些知识分子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以前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电脑啊什么，就是好多这个现在的这些科学仪器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不会的就是他们都是成了一个所谓的现代文盲，就是虽然是认识字，但是呢，好多都是现代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的知识呢，就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欠缺的。可是我们的这个聪明呢，反而就是成了一种这个危害自己的因。如果没有一个从小的是一个做人的基本教育的话呢，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到了这个社会上以后呢所作所为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现在我们很多的，包括就是大学生或者是这个中学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和这个一些博士生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知识方面是并不是很欠缺的，但是在做人方面呢，从小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成长的话呢，大多数都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界限性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现在就是一方面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儒教、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道教就是儒释三家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应该说是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根就是已经在这个在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生活领域当中呢，就是扎下的根就是那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它呢尤其是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精神的话呢，对我们的人类也好，在其他这个生命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危害，而是呢，如果我们动到了其中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呢，其中的意义的时候呢，对你的这个暂时的这个人生也好，或者说是长远的这个来世的生活呢，就是有着特别这个重要的这种这个深远的意义。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生呢，也是就是对这个佛教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感兴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好的事情。我们要得到这个幸福的话呢，完全是把这个幸福寄托在一个物质上的话呢，就是恐怕是很大的这个困难。因为人的欲望呢，是这个物质性的就是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食人求欲就是说这个食人求欲不知言主就世间人们呢，就是需求这个妙欲的话呢，就是根本不知这个满足的。不自满足的，即使我们整个所有的这个财产一个人拥有的话呢，他还觉得是心里是这个空空的
古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一个人呢有千万套房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是不快乐。可是他用的时候呢，就是只有七尺的这个窗啊，就除此以外就是没办法的。一个人有千万这个亩田地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用的时候呢，就是不超过这个三度啊，就不超过三度。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很多就是比较这个富贵人的这种这个奢侈，他们的这个浪费，他们的就是不节省的这种不节省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可惜啊，很惋惜。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个享用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身边，在我们周围呢，就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一切需要就是帮助的，需要就是救护的这种这个生命。那么这些生命的话呢，每天都是在一种这个等待啊、失望啊，在这一种这个这个苛求的这种状态当中呢，就是感受这个煎熬，非常这个痛苦的。而我们有权有势有能力的这些人呢，全部都是这个置之不理啊。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呢，就是经常也是出现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不道德的这个行为啊，就是此起彼伏的会这个重现啊，就是会这个上演这样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其实是这些悲剧的背后呢，就是跟我们的教育啊，尤其是高等这个教育的话呢，我始终都觉得，无论是到哪个大学呢，我总是这样有一种特别慷慨、特别一种这个强大的一种这个信念，就是像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把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道德教育就是要这个提升啊，道德教育提升以后的话呢，每一个人呢，我们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前世的福报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就是生生世世造了就是许多的这些善业，那么今生当中你的地位、财产、家庭，就是什么美好的这些未来和向往的话呢，美好的这些未来的话呢，在这个分着他来就是不用这个倾注的啊，就不用倾注的。有些呢，因为你前世没有造这个任何的这个善业，就像是我们沙子里面不会取出油一样的，你今生当中再怎么样，你的感情也可能不会这个顺利的，家庭也不会快乐的，你的财富的话呢，就是用着用着就是不知不觉全部都是变成这个穷光蛋，最后呢就是也会倾家荡产了，有这个可能性啊，就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是最关键的，最无论是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们这个前世所做的这个善业和恶业呢，就是对你今生的快乐就是起到就是直接的这个作用啊，这一点呢就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的这个晚年，我们的这个下意识呢，我们要创造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啊，创造什么样的业呢，就靠近我们在座的就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啊，就这就是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自己是自己的货主啊，就是不可就别人来就是代替的。那么做善和造恶方面呢，就是自己是自己的见证者啊，就这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以这个无碍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观察这人类和一切生命的这个前因后果的这些因果规律以后呢，就是才这个以狮子后的这种这个语言来就是宣告人类啊，就是宣告人类。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当然是你真正就是了知三有三宝、恶有恶报的人呢，就并不是是非常多的，这是罕见的。昨天我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也说，既然是他是真理的话，那为什么是很多人不信呢？就是我说这个很多人不信是不能代表就是他是不真理。其实，在我们事件当中，真正的这个真理啊。就不一定。你看现在这个汉地有这么多的城市，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农民和一些水平特别低的，那么这些人对这个科学的原理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呢他不相信呢，就是并不一定是这个规律就没有了啊，并不是有些是念这个可能像这个爱因斯坦的这种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推理的，他的根本就是听都没有听过的，可是呢他不知道或者他不认可呢，不一定是没有的。我们在这个广大的这个实践领域当中呢，一定要就是要有一种这个认真对待就是客观规律的态度
啊，就这一点，作为这个求职者也好，就是从事工作者来讲，应该是这个不可缺少的一种这个原则啊，就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原则。所以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就是特别要这个希望呢，自己心里要这个始终快乐的话呢，要保持着一个清净的心啊，保持一个清净的心呢，然后呢要不要这个希望太大了。啊，就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给你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违缘啊、障碍啊、痛苦啊，这样的。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呢，就是会要经过很多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路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个经过的。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在这样以后呢，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面对痛苦，或者说是违缘转为道用，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殊胜啊。就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就是在这方面的一点一滴的那种这个感受的话呢，就是在众人面前也是没有必要就是开始这个宣言啊，就没有必要开始这个大肆宣扬。但是呢，的确，通过这个学佛以后的话，那就是大家的这个心灵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多大学里面呢，就是现在也是开一些这个禅学社，就是禅呢，就是对我们的心灵，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心灵科学。美国哈佛大学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霍伯特·本森博士啊，霍伯特·本森博士。那么这个本森博士呢，就是他在1967年开始呢，就是在这个哈佛大学为主的各个大的院校里面呢，做那个轻松的这种这个参修的这个试验啊，做参修的试验。那么目前的话呢，就是美国60%以上的这些医院呢，就是治疗这个心理中心、心理的这些中心的话呢，都在这个试用，而且效果呢就是非常非常好。他们称为这叫放松疗法啊。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就是在怎么样这个这样的就是这个生活步骤特别的节奏特别快的，而且呢压力这个相当大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呢，需要就是这样的这种参修啊。还有美国这个有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医疗中心呢，美国综合性的医疗中心的话呢，他们通过这个参修呢，就是进行这个监测啊。你在这个监修以前呢，就是跟你整个这个心理的状态、你的情绪啊、你的这个感官呢，就是各方面的感受呢，就是做一个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呢，就是让你27这个每天的是就是修这大概是27分钟啊，就是他们要求是每天都是修27分钟，每天27分钟，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就是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幸福指数呢，就是比这个远远就是超过啊。有一个中心呢，他在所有的这个测试的话呢，就全部都是就是超越的这个提升了，超越提升的话，他们觉得是仪器已经这个会坏了，就是然后呢，就是再重新的是在高等学校里面就是进行这个测试的时候。你这个参修和不参修呢，就是有天壤之别啊，有天壤之别。这是美国很多这个心灵专家和还有很多的这个医学专家，他们呢就是在很多年以来就是测试的。现在这样的这种这个心理疗法呢，就是包括这个欧洲啊，这个新加坡啊，还有就是各个这个国家呢，就是都在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大学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禅宗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禅学社。我想如果我们这边就是以后就是不管是学这个禅学也好或者说是学其他方面的这样的这个知识呢，对佛教有关的，对你们的应该这个认识呢就是有着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吧。我想我们全部都是寄托在一种这个财富上的话呢，的确是人是不会快乐的。这一点也许可能有些学生呢，就是现在都不一定了解，但是你到了这个社
社会上，你到了这个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干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感觉得到，我们的这个脚步再怎么样快的话，那就是其实这个科技高度这个发展的这个这种速度呢，就是根本就是比不上的。而我们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高科技呢，就是需要一个传统文化和依照这个佛教这个思想的一种引导。如果依了引导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做那个航天，或者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飞船的话呢，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应该是搞对了的。如果我们没有就是针对的话呢，就是也许是可能我们的行为啊，就是全部都是处于对人类、对自己、对他人都有特别损害的这个境遇去的啊，就是有这个可能。因此，通过参学来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心呢，这一点也很重要的。就是在美国哈佛大学为主的，也有一些大学里面呢，我们这个藏地的一些仁波切啊，就是也是一些出家人的话呢，他们也是就是一方面就是搞过这个测试，一方面呢就是做过一些通过这个夏令营啊，就是参禅啊，还有这个学佛的这个念诵啊，尤其是就是思维这个法义啊，就是思维法义以后的话呢，完全就是明白就是其中的道理。尤其我经常像我们包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现在很多佛教徒是扭在一种这个心象上，就是如果他扭在一个心象上的话，那就是对心理就是起不到什么这个作用的。所以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是这个心象不重要啊，不是这样说的。有些心象没有的话，那可能内在的这个学习都是更没有的。现在有些人有点片段，就是有些人说啊，佛教的这个所有的什么念佛啊、参禅啊，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出家的威仪啊、居士的一些行为啊、烧香磕头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必要，就是就完全就是撇开，就是其实这种做法的话呢，也是不对的。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需要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象，包括我们实践法的话呢，表面上看那几个家庭呢，就是过年也是一种心象，结婚也是一种这个心象，开会也是一种心象，那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呢，就是没有一种规律，就是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就是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也是形象，那个也是形象，不能这么说。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作为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要先这个充实自己应该至少也是有一些内证。如果即使没有真正的内证的话，那就是对佛理的这个了解呢，就是应该要有。如果有了的话，那就是几乎都是不会容易这个阻片，也不会容易这个改变啊。所以你要过一种真实这个快乐的这种生活的话呢，这种生活呢，就是不一定在这个你的这种特别这个豪华的轿车啊，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都市这样的这个熙熙攘攘和忙忙碌碌的社会当中，就是真实这个感受的。应该你到了一个特别这个寂静的寺院呢，或者说是有一种比较放松的环境当中的话，也许人类本有的这种快乐幸福的话呢，就是真是得到。我记得以前那个宋朝的什么那个无门慧开禅师啊，就是他也这个说过，他说这个什么那个春有百花，秋有月，然后这个春夏啊，对，夏有凉风，冬有雪，如无什么这个现实惯性脱便是人间好时机，就是他是这样说过，就是他说的的确是这个描述了就是整个这个自然美丽的这个自然风光，就是春夏秋冬的自然风光。然后同时呢，我们现在世间人呢，如果心里面就是没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挂碍，没有挂碍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痛苦呢，基本上都是这个烟消云散的啊，就是烟消云散的。为什么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呢，就是他们在无论在山里面呀，还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话呢，也是特别的这种快乐。我经常想，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是有些是的确是通过多年的这种修行呢，通过多年的这种努力以后的话呢，在内心当中已经获得了特别就是自在的
啊，就基本上对我们的这个现在世俗法呢，就是有一种如梦如幻的这个感觉，就是它就没有就是特别的去，不像我们现在实践人一样，就是特别就是执着这个感情呢，就是一旦稍微有一点就是这个不顺的时候呢，就是准备开始这个自杀，就是卖很多的这个安眠药啊，然后安眠药啊，还有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就是现在就是每天都是你打开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就知道就是实践人真的非常的这种可怜。那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你执着这件事情啊，执着这件事情，啊。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呢已经这个看破了，最好是按照佛教的一些这个空性观呐、啊，或者说是一些无常观呐、啊，或者说是以其他的一些这个观修方法来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你是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对这个生活呢，就是一定会是很坦然的会面对的。啊，就会坦然的面对。即使你有了，就是特别就是这种这个财富的人的话呢，你这种钱财呢，就是不会现在时间有些人一样的，就是干坏事去啊。啊，我那天有一次看到过这个倪嘉诚啊，就是倪嘉诚他的一个文章，也是一个文章吧，好像我看到的是他说是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就是他是这样讲的。那么我感觉呢，就是他是现在应该是整个这个全球来讲的话，在这个去年呢，就去年的话呢，就是在那个这个最有影响的这个排行当中呢，就是他是第八个，就是从这个财富方面的话。好像是排位这个14位吧。那么他自己是什么样呢？就其实是他这个生活呢，就是很这个简单的啊，就是穿这个一套这个西装的话呢，就是好几年了啊，好几年了。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这个钱财也好，生活也好，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节省。他说我拥有的这种这个我自己拥有的钱的话，那我一分钱也是不会这个随意扔掉。就是我会建起来，如果不是我的钱的话呢，即使1000万就是送到我的门口的话呢，就是我不会去要的。我的账目啊，就是做生意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他对所有的自己的这种子女的这个教育的话呢，全部都是按照这个佛教的这种这个开启智慧啊，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教育。他要求是2/3呢，就是应该是要做这个做人的教育，3/1呢，就是你再可以这个做生意啊，就是当就是在这方面这个教育。他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的话呢，很公开的说我是一个佛教徒，劝大家呢就是学习这个佛法啊，学习佛法以后的话呢，应该就是怎么样这个积累这种这个福德啊。就是积累福德啊，这就是说他其实是他的这个母亲呢就以前的是对这个信仰因果啊，就信仰这个善报，特别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以这样的这种父母呢，就是这个影响呢，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了。其实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很多的钱财，但是呢，就是全部去浪费，没有很大的这个官呢，就是就利用就是自己的这种。地位呢，就是开始损害，就是很多的这个生命啊，就是很多的这种生命。其实这些都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我们在座的人呢，人生的确也是说长呢，就是可能就是人生就是不到就是70-80岁之前，就是可能离开，就是还算是比较长的。尤其是你们这个年轻人来讲，但说短的话呢，就是几十年呢，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了啊，就可以说是短短的时间。但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最好不要就是留下很多的一些这个坏的这个影响啊。当你死的那一天的话呢，可能你会回顾我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尤其是你不是飞逝而死亡，不是暴死啊，你如果是真的生病啊，这样人类到了最后的这种一刻气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才醒过来了。就蔡兴过了啊！我这一辈子一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就是很多的一些小事呢，我就痛苦流过很多的泪，但是这些泪水的话呢，都是不值钱的
都是不值钱的，也不是为这个啊社会，也不是为这个众生的，而是我又全是以自私自利的。现在很多大学生和很多包括有些老师的话呢，就是特别自私，就是的确是我并不是在这里天天只是就是惦记一些这个过失，但的确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已经成了金钱崇拜的一种这个社会，也是对金钱特别看重和对政治地位特别看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然后对道德的话呢，啊，确实是就是比较这个模式，而且呢，有些人就是应该在这个道德伦理上面就是特别重视的话呢，就是反而受到各种这个打击，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呢，就是现在一种可以说是面临着一种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危机啊。我们的这个物质这个或者说是在这个财富上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各个国家就是可以来支援你啊，就是支援你，就是可以呢，就是趁那个。这个元素啊，就是可以成元素，但是我们的精神如果变成一种这个沙漠，一种这个荒凉的话呢，恐怕是谁也就是没办法来这个帮助我们。因此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呢，要建起来这个传统文化，和每个人呢最好是有一套这个这种信仰啊。像那个信仰的话呢，其实最好是一个人的这个道德这个准则的一种这个约束，或者说是对你一个做一个人的话呢，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宗教信仰，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像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就是到了这个英国和一些美国啊，就是他们在这个留学的时候，很多留学生都给我讲嘛，到外面以后的话呢，他们如果就是旁边的同学和老师说的是我没有信仰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是特别的惊讶啊，就是他们啊，人怎么没有信仰？你没有信仰的话呢，那你没有一种这个约束啊，就约束啊，那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那这样。非常这个不合理的。其实我们的确是这个人有一种这个心理啊，就是至少也是我这样做的话呢，可能对我这个来世不好啊，就是对我今生不好，就是。但这个是并不是完全是这个吓唬你的啊，就是以前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霍金。他说过，就是他说过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天堂地狱呢，就是是这个吓唬别人的，就是这是他自己也可以说是对就是真理呢，就是并没有就是相信这个观察的。因为你如果是真正要这个翻开一些，不管是这个其他宗教也好，包括我们佛教的一些真正的这个理论的话，那就是那么能推翻这样的道理呢，就是谁都是就是得不到的。啊，就是得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案例和很多的这些依据的话呢，就是一的这个可以举出来。当然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他自己呢，就是为了就是达到就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的一些名声的话呢，就是在不同场合当中，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人呢，就是他经常就是爱就是就是说一些这个与别人不相同的就容易这个吸引别人眼球的有些论理啊，这样一说出来的话呢，别人的是可能就是特别就是佩服你啊，或者说是特别这个推崇你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就是这是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总觉得呢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修行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呢有一些真实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我听说你们在这个这一边的话呢，就是基本上也有一些学习这个这个藏传佛教的，也有学习一些这个汉传佛教的，包括净土宗啊，还有一些这个禅宗啊还有那个心中信法啊，就是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好的啊。就关于这个心中信的话呢，我个人呢就是也是以前就是看过一些，就是在这里也可以说一下虽然以前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当时的这个太虚法师和这个英光大师呢，就是在这个心中信法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理解，就是并且也有这个驳斥的这个地方的但是这个呢我相信他们呢就是并没有就是特别的这个了解，就是不并没有了解。就像以前那个这个弘一大师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对密宗也不了解
然后呢，后来就是也就公开的这个忏悔过。那么以前那个虚云老和尚的话呢，就是也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对密宗就是很有排斥的。那么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也纠正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很多这个高僧达德的这个历史的话呢，就是其实他在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尤其是谢树的和降课的人呢，他会犯这种这个错误啊，就是犯这个错误的。但后来的话，那么就是自己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对很多论事的一些这个评论的时候呢，就是这是前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作品，就是那么前期的作品呢，就是也有先贤上是一些不成熟的这个观点，但是后期的作品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真实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可以立为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所以我像当时那个新中心法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他们就是也是不了解的，就是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人我认为是就是这是非常好。我好的原因呢，一个是我自己以前看过，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老人的就是有些新中心的法，就是好几本，就是我大概就是看过，没有时间详细的看。但看了以后，就是你们说的就是应该非常这个好的。第二个呢，他的这些传承弟子的话呢，就是没有发现就是谁就是诽谤因果啊，对这个上师三宝不恭敬了，没有这样的。很多人都是对那个就是上师三宝呢，就是好像很恭敬的，就感恩这个传承上师啊，然后对这个众生呢，就是有大悲心，还要对那个三宝呢，就是有这个信心，就是这些都是说我们这个真法与邪法之间的一种这个衡量的这种衡量的一个准则啊，就是准则来。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现在这个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弘法寺的这个本焕老和尚啊，就是伽玛巴啊，就是很多都是也对那个心中心法呢，就是还是有这个正面的一些这个评价。当然这个别人的评价也是为主的，但最关键呢，在我们这个心相续当中呢，就是有着一个真实的这个利益，真实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这是我们修法的这个一个作用啊，就是作用。所以呢以这个法为主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任何一种这个法门呢，就是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去修持、去学习，就是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啊。我看到很多老师呢，就是也是以这个可能不是完全信仰，但是呢，就是以一种这个研究的态度来，就是去这个学习，就是藏传佛教的。其实这样也是特别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的的确确就是研究下了特别就是一些珍贵的这些这个传承啊、论点呐啊，包括就是在这个就移民和一些这个密宗啊，就是在有些窍诀的话呢，就是在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当中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那么藏地呢，就是如今也是一直这个完好无损的这个保留着，所以西方和东南亚很多国家的这些这个智者，就是包括有些就是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纷纷的这个前往这个藏地这个高原呢，来这个排除一切这个烦恼，就是抑制这个苦行呢。就是在藏地呢，就是带着很多年去这个求学的原因呢，就是也是并不是没有这个原因的啊，就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呢，自己要真正的就是得到一些非常这个有用的知识，对谁来讲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应该说这个就特别就是赞叹就是古文化啊，就是特别。像那个你们这里的这个兵马俑的话呢，就是听说2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是秦始皇当时确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威德力吧，就是可以说是当时这个统治天下的时候，成为一种这个世界就是霸中这个迄今之一，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认为的话呢，这个并不是很稀有的啊，就是这个并不是很稀有的。虽然人类2000多年前的这个思想啊，它的遗俗啊，就是如实的成熟，而且现在还保留着，这是一种这个奇特，就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2500多年前，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啊，全部都是就是保留在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什么书啊？就是这个《大藏经》当中啊，就是《大藏经》当中。那么这个是应该说是使这个最正规的啊，可以说是人类2000多年前的时候的我们的宇宙这个观也好，时间观、人类的价值观，方方面面的参数如实的这个细致的。那这样特别珍贵的这种百科全书呢，纽的纽在我们现在人类的话呢，的确也是非常珍贵的。可惜的，我们其他的一些经馆呢，就是每天都是有这个参观者呢，就是络绎不绝。而很多的这个大藏经，包括这个印藏这些高僧大德，就是他们所翻译出来的，他们所留下来的特别珍贵的这些知识这个财富啊。他们的这种精神财富呢，全部都是放在我们书里面，就是没有人参观。当然，这个是并不是光参观一下就知道，就是应该要我们进入这个书内啊，就是要详细的这个阅览，就是学习以后呢，我们才得到了真正的古人的这个思想。其实我们现在人类呢，在物质上面就是往前不断的去追求。马克思也是说是这个科学的进步呢，就是实际上是附定，就是然后不断的去这个往前这个迈步，就是这样也有一种发展和这个进步的趋势。但是我们在精神上面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就是越来越就是往前就是追溯到就是孔子啊，就是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那样，就21世纪的这个人类真正要就是向那个这个进步这个迈进的话呢，那么要追溯到就是最初的这个孔子的文化和大乘这个大乘教法一样的，我们要21世纪的这个人类也是往这个前面呢。就是往这个公元前的，就是佛陀这个时代的，在这个时候的有这么好的这个成熟的对七世界和无情世界，包括我们对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痛苦呢，能解决的这种方法呢，就是这是非常这个稀有的，所以特别希望呢，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应该以后所谓的这个这种幸福呢，就是不要在自然科学和这个社会科学在这个外在的知识上这个寻找，更重要的呢，就是在内在的心理这个科学上这个寻找。谢谢大家。下面由这个陕西省道德研究会的刘副会长致谢词。尊敬的四大级干部，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殊胜的机缘，聆听四大级干部的珍重的开示。我知道四大级干部是在将近20年前，在阅读如意宝济梅彭措上师的传记的时候，就知道了索达杰堪布，在这之后也阅读了堪布的一些著作和译著，从那以后就对济美彭措上师以及上师的上首弟子之一索达杰堪布升起了一个深重的恭敬和信心。但是由于种种的因缘，直到今天才能够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大堪布的开示，所以从内心里边，我非常的珍惜，非常的感激，再次向堪布表示感谢，表示感激。今天，堪布从科学、道德诸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开示，尤其是最后所讲，幸福在哪里？幸福不是在外在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幸福是在自己的内心，在自相续当中去寻找、去开发。那今天是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也是发起者之一，陕西省道德文化研究会能够邀请到大家，邀请到堪布，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陕西省道德文化研究会
是在今年7月11号成立的，就是挂靠在我们西安交通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会是致力于道德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推广，希望各位同道同仁能够对我们研究会的工作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指导，也希望大刊部对我们研究会也多多的指导。